阿庆，阿你阿爸是安怎？阿庆啊，阿你阿爸嘞？阮阿爸，伊人无爽快。无爽快？哎，当然，佫拄仔你无爽快啦。啊，无爽快，毋着佫医生看。唔免啦，伊的心脏无好，互伊休困一下。伊的心情若较平静，就好啊。休困，啊，着要休困，那是当时啦。诶，三姐嘛，咱这寒天是有准算啊，无准算啦。 我本来会知的。哎呦，是啊，你唔知咯，啊是有听无听，就讲个清楚。阿庆啊，阿恁爸安怎讲？阿庆啊，阿先生可能就讲。阮阿爸若叫我嫁，我就嫁。阿庆啊，阿庆啊，阿庆啊，阿恁阿爸人即马伫倒来？庙里。庙里。嗯嗯，啊你是要去倒啦？ 我来庙口甲三顿来，哈！我知影，伊即摆伫咧后悔啊！哼，开什么玩笑啊！婚姻大事当作囡仔伫咧办过一个会啊！啊！<笑> 三舅啊，啊找无？找无咧，迄都奇的，啊代志办一办哦，啊船咧做走，安尼啊？快点，快点，我食寝袂听后伊。 我一世人赚袂人钱哦，毋捌赚到遮艰苦啦。三姐嘛，三姐嘛，你袂倒来啊？啊，要来转啊啦，转来困啊啦。啥物困咯？啊，咪等下阿孙啊倒转来。要等下要到三时啊，即摆几点啊呢？十二点啊了。管几点啦？爱听到伊倒转来才会用啦。我干那毋啦，即个红包我会赚啦。来啦来啦，三姐嘛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。好无？三姐嘛，阮阿杰然后孙杰嘛是你的孙啊。 你看安怎艰苦，你嘛得爱等落去。<笑>来啦，我来泡一泡，对你啉啦。唔免，我已经啉五六泡去啊，即摆若搁啉落，下暗拢免困啊啦。嗯，你下暗还搁要困啊？反正咱得爱听候到天光哦。我靠，这个红包钱真歹赚。 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，阿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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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
什么都抓不到哎。阿青啊，我抓到了！嗯，我看我看，上面好像有个萤火虫哦。阿青，蛋糕哦，乖乖蛋糕。阿娘。你查某的人在困半头醒来，阿健啊，阿健啊，你遐暗时要去倒位啦？我要找阮阿爸看卖。袂请示的啊！你家己一个人住遐尼暗，危险啦！不要紧啦。爸，我啦，这露水这重，你踮这睏会感着啦。哎，因拢登去未？我咧等伊。好啦，咱等下伊。爸爸，爸，阿孙啊，啊你这是咧比啥梦啦？凊彩啦。甲阿公阿大因要嫁恁公家，安就好啊啦。孙啊，今日是咧晒太阳的啦。兄啊，啊恁老爸既然敢安尼讲，算答应啊，你无问题哦。想啊，真侥幸。阿孙阿登，你有甲问无啊？有啦，伊讲我阿庆啊做主就好啦。阿庆安怎讲啦？安月天头，阿庆老早就答应啊。哎，爸，物件看看，咱好来走。你怎去到？我去病院啊，我去看保管啊。我想讲咱要走啊，应该要甲讲一声。结果已经出院啊，你看我伊吼。你来啥？阿叔在房间等你。过来，你今晚才等你大伯啊？东东不是还要上学吗？我妹妹把东东带走了。阿南的弟弟。我决定跟你一起走啊！你到哪，我就跟你到哪。不，不了，但你起码是安暖啦，你嘛靠拜托嘞。我现在是修行嘞，我身边怎么可以带女人呢？是安那袂用哩，你如果觉得不方便，我也可以把头发剃掉啊。哎呦，你剃头有什么用啊？看起来嘛是一个查某人。啊，查某人想啥要紧啦？人家在台北有个叫什么金色的，那边的师傅都鼓励人家夫妻要一起修，一起念阿弥陀佛哎。啊对。哎呀，因思维跟我无同款啦！对啊，你无同啊！这样也是修，那样也是修，目的都让人家好好做人嘛！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目的只是想要摆脱我，骗我说要修行。我跟你讲啦，修行是我的代志啦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无啦。反正我已经从那家逃出来了啦，我现在除了依靠你啊，我也已经无路可走了。你如果狠得下心不肯收留我的话，好，我就跟你一样，我看破红尘，削发为尼。哼！好。
过啊，较紧的啦。好啦好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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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口，哎，你们每天跟你们大哥这样走，脚不会起泡吗？怎么不会？脚还是会起泡啊，尤其是老狗啦，一双爱睡啦，还有穿一双什么阿姑来的皮鞋啦，大家要挨白叫母。老卡，你怎么讲我啦？我是讲你哦，烟斗佫兼漂撇啦。你大哥要走多久才会休息啊？也不一定啦，他如果高兴的话他就停下来休息一下喝一口水，如果不高兴的话他就一直走。对啊，有人时要我两个脚啊脚软手软也不要插弯。你们不敢讲，我去讲了，我要休息，我要喝水了。阿婆，阿婆，你休休睏一下啦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要啉水，我要休睏啦，阿婆，阿婆，阿婆啊！哎、欸，真是奇怪，出家人要修行，后面还跟着漂亮的妞哎、欸。叔啊，你的修炼修得轻啊。你不要跑了，你跑到天上去哦，我一定要追你到天上来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刚没有听到人家这么讲的吗？别人怎么说是他的事情，我当作没听见就好了嘛。老公啊，快出去！水果，牛郎啦，要滴也无半啦，唔滴的时阵咧哭哭对啦，啊！这个，你查某人较大啦，你先啉啦。我尊重你，你先喝了。我还要一杯。不行了，只能喝一杯了。这叫做苦修了，知不知？查甫人唔捌半片。大爱啊，唔免你遐欠啦。啊，待下矿泉水烧过去，等下来蒸头骨买就有啊啦吼。大哥，我知道你之前喝咖啡，来一罐吧。哎呦，你有咩口口呢？假菜人袂使啉咖啡啦。可是我已经买了、啊，那怎么办？哎，罗谷跟阿关呢？伊两个走倒。罗谷陪大嫂去买布鞋了啦。天啊！哦，凤凰，来来来来来 ，OK 放大起来。听看嘛，阿叔，你搏到枵未哈？好，我足枵的呢，咱来找一个米糖，吃一个点心的啦，吼。好啊，我肚子也好饿哦。这个 BB 扣啊，你带着，万一他神经又发作，我追不上你们的时候，我可以扣你。有没有？
谢谢。哦，赞赞赞赞赞赞，见了皮就难得爽快。哎，等一下包两碗回去给他们吃喽。没，我这也算淘气啊呢，我怎知影我做有没事？嗯，哇，哦，这个瓜赞，是在乱赞呐？啊，你是在惊啥哈？买东西回去给他吃，他还要骂人了。你不用怕，有我做主。 买啦，是啊，啊你来，安尼哦，我连这段都吃袂落去啊啦，哦哦。我真不知道怎么修行的，越修脾气越大，莫名其妙的。高哥，我安尼啦，你多加答应两个啦。等一下阿关啊回来哦，你故意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。那我要怎么跟你会合啊？不要会合啦，会什么合啦？你敢袂堪要我家一人哦，较静静修咧。 不行啦，你一个人走，我不放心啦。啊，好了，输在你啦。哦。 哇，爽快！哦，规个精神拢来。你们老大呢？他怎么样啊？他走了。安到这边去啊！哥哥，是安这边还是边啊？那边啦。啊，你真无意思啊！啊，大也别酸呢，包坑啊，你嘛是要通知一声啊！你怎么那么呆啊？你大哥全心要放我鸽子，他怎么会通知你啊？ 应该不会这么快啊！到时要甲咱办婚照哦，反正用走的啦。<笑>你总算有聪明的时候了。锣鼓，我看你赶快追过去，绝不能让他跑掉了。好了，对就对了，我唔相信你话走。 大嫂，我看哦，你还是回去好了。不要，我跟你大哥一样，决定的事啊，绝不改变。哥哥，走快点啦！都已经看不到他们，追不到了啦。不要紧啊，我给罗哥一个 BB 扣，他跑不掉的啦。 老公，老公，你想做，你不要紧吗？大，大，大，那冲的我，这条命还有了我。小公，赶快让我躺下。老公，你又要干嘛了？帮按摩一下。老公，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小公，这里过去是哪里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 我们就傻傻的跟着老大走，老大走到哪我们就走到哪。他没有预定的路线吗？比如说到什么地方有什么庙要参拜啊，或者到什么地方该休息啊？没有啊，我们都糊里糊涂跟着走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哎哎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！先生，我们那里有个病人，你可不可以送他去前面村庄看个医生好不好？
出去走一走。你顺便出去找一找，看看你大哥人在哪里。医生，他到底什么问题啊？他的肝不太好，不能太累，要多休息。我知道，谢谢啊。老狗啊，阿你以前吼，常常甲恁大安尼，逐天去啉酒，啉到安尼醉茫茫，他都人医生在讲你肝无好呢。是，肝无好无要紧啦，即马袂死就好啦。对。哇，你脚手也真紧嘞。啊，都阿叔载一台车，送罗哥去病院啦。罗哥是安怎？伊都为着要录你啊，另外一个面哦，陈顺顺，差点啊岔开嘞。真无路用嘞。啊，即摆嘞？即摆，即摆搁咧住大堂的嘞。对，怎么办啊？我怎么劝大嫂哦？大嫂都要跟着你啦。我看安尼好啦，等恁煞来哦，你甲讲，讲你找我无，啊，我即摆先来走，爱记得哈。哦。